北京时间10月24日，洛杉矶湖人队传奇球星科比·布莱恩特在推特上宣布自己的自传《曼巴精神》正式上市。湖人球员凯尔·库兹马转发了科比的推特并做出了好评。值得中国球迷注意的是，《曼巴精神》中文版今日全球同步上市，由腾讯体育策划出品和翻译。明7时起视频直播11场 NBA 常规赛，火箭战爵士湖人派首胜，库兹马点赞科比自传《曼巴精神》，非常棒的一本书。书中谈到了很多美妙的故事以及如何去对待比赛，让我颇有感触。恭喜我的大哥科比布莱恩特。库兹马转发了科比的推特并评价道，《曼巴精神》这本书中汇集了科比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思考。这本书中的每一页都包含着科比在生涯中的经验和教训，并全方位的诠释了何为曼巴精神。科比自传《曼巴精神》的中文版已经在全球同步上市，中文版由腾讯体育策划出品，腾讯体育篮球主编黄一翻译，目前已经在腾讯体育京东自营店售卖。子硕。